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号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10例本土病例，44个境外病例。有人确诊的华盛顿幼儿园嘛，增加2个囡仔胃着病。总统府宣布，副总统赖清德带团去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塔斯处的就职典礼，有机会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台。谢德开发案早起通过宽屏，自救会成员强调讲，因会阁提起诉愿。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阁有44个境外病例。本土病例有7例甲西提传播链有关系，其中有读华盛顿幼儿园的确诊病例，又阁为何2个同学甲因厝里的人？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10月20号开始，要来扩大实施，飞到台湾的班机、乘客的飞轮机，拢爱全面裁减咯。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病例那有10个本土的病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那境外移入有44例，有7例，是跟系体有关，一家7口在用餐。那首先发病的是1岁、3岁。然后就陆陆续续好像有6位都已经确诊。17983跟朋友一起去，那朋友带了一位小朋友，是18083，所以他也是在1月9日在西提用餐的一位小朋友也确诊。18053可能大家知道他是就读在华盛顿小学，传给2位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他家里。就其中有一位的同学的家里，他有姐姐，那爸爸妈妈一家4口也都染疫，大南市场的工作人员，那目前他也不是我们看得到跟西提相关，或是联邦，或是歌友会，或者是机场，到目前还没有这些关联性。扩大入境旅客的落地采检。那实施就是从今天晚上开，今天晚上就是1月20日的0时起，就航班表定顶台的时间。那搭乘长程航班、欧美、中东及纽澳等航线，搭乘南亚、东南亚等航线抵台的旅客。再来看新地昨有一家伙仔4个人确诊哦，即马又搁增加一个，即个病例要甲其他确诊者伫高肉城食饭，防考着爱采检，总是验着病毒。伊个囡仔读新地市北区的国小哦，迄班囡仔嘛先预防性停课一天。有关我们今天新竹市有一所国小，其实在昨天就已经有接收到通知，他这个家长有确诊的一个情形，那其实学校就立刻启动了相关的一个疫调跟检调的一个措施，那学生这边也很庆幸是还好 PCR 的检测是阴性的。位于新北市北区的国小有一班哦，因为囡仔家长确诊，所以一班就先预防性停课一天。其他班的学生啊，嘛是搁照常上课。确诊的家长是伫10月10日到甲确诊者伫同一间餐厅食饭，所以防控着讲爱采检哦，验出阳性。而且即个确诊者捌去过的所在，甲桃园的银行确诊者有重合的所在，所以即马嘛等来调查。最近，咱国内疫情的团，敢要禁止伫餐厅内底用餐的。指挥中心目前是表示哦，未因为一间餐厅有人胃着病，就禁止所有的餐厅内底用餐哦。新北市嘛表示讲，目前暂时嘛未有限制。台北市政府拄啊嘛宣布讲，2月28日之前，所有各中小幼儿园的校外教学、甲校馆的辅导哦，拢先暂停，也是爱改做线顶来上课。台北大数据中心正式启用，要为数据来提升市府运作效能，来到达疫情开发的新冠疫情初心的仪表板，才有效来甲区分这个疫情的热区、冷区，并且做出正准确的疫调。面对通机场群组感染一直划开，我近的双北有真侪较少年的族群，因咧海参讲中央第20期的预约平台，要来注第3剂、追加剂，煞拢注文袂到莫德纳。那中央给我们多少疫苗？我们就去开放嘛，我们只负责打，自己那个疫苗还是中央给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大概申请的百分比，那决定说我们大概要布多少点。我们全力在施打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44万7000剂。那这些我们都是先使用来莫德纳。至于未来的第20期，基本上中央配发给我们的都是 BNT 为主。
面对汤机场群组来演出这个西地餐厅的群组感染，因为这个确诊数一直在增加，加上这么年头都要挖金啊，聚餐会变作真多，是不是要来禁止餐厅内用？指挥中心因采取较中班的态度，袂因为讲有一间餐厅有人去划着，就来禁止所有的餐厅内用。所以讲双方嘛，暂时无要考虑讲禁止餐厅内用。餐厅的部分还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本土案例发生，那我们也已经发布了所有台北市的餐饮的指引，也就是我们会不定时的严格去稽查他们有没有落实实名制。实名制目前为止还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现阶段并没有要禁止餐厅内用，我们全力守住疫情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方向。年节要挖金啊！指挥中心宣布第二境界的一直维持到24。农历的春节的期间，回来过年的人会使讲是下来客去，对这个疫情嘛是一个真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的疫情哦，伫学校嘛是阁继续在传播。昨半暝，中坜的新街国小又阁有一个学生啊确诊，早起就随伫学校来设一个采检站，准备要来采检1800个人。这波疫情，桃园为着病学生啊，计共已经有17个人。另外，宁波电子有3个员工确诊，今仔工厂1500个员工嘛阁爱做一届的 PCR 检验。来到中坜这间学校，家长带着囡仔一路排队排到外口，因为这间国小阁有学生确诊。所以紧急开采检站，让全校学生来进行采检。这么个团组有学生确诊，这回是桃园中坜的新贵国小学生，似乎紧急宣布新贵国小跟附幼停课14天，对附近环境做清消，设临时采检站，方便将快筛。担心因为还好，因为已经先放假5天了，所以是应该还好。接到这样讯息，我们加强我们的环境的整理哈，因为我们寒假的所有的营队、所有的活动，在我们停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暂停了。学校讲，因为已经放假，对学校影响无大。第十九一天，有法度采检1800人，只是这边疫情发生了，已经有17位学生确诊。市长陈文灿讲，可能还有其他确诊的个案。同款在咧做采检的一个电脑大厂林部，就是怕自己中传给家人。宁波电脑并订厂，一早起一个车出入，因为政府有员工确诊，扩大这场采检，已经有无同部门3位员工确诊，全厂1559人十九做第二遍 PCR。时常有新增一个员工确诊，那因此我们决定，星期三就今天开始，那么再做一次 PCR 检测，那二采之后，那也要发给员工2个快筛试剂，那要再进行。2次快筛，若是做 PCR， 也分予员工快筛试剂，等于输了，搁再家己做2遍快筛，确定健康安全。因为桃园的疫情无降落，要甲病毒冻落，要靠大家做伙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洪山有一个对日本回来到台湾期间隔离的查甫人哦，伫隔离第13天去病院采检，后来就联络袂到人，家属通报一条支援中心哦，去伊期间隔离的所在找人，才发现讲人已经倒伫病所，不幸过往了。家属真不满哦，对通报到救护车到位耽误1.5点，认为讲相关的单位耽误着就医，要来提出告诉。侯太太讲到一半，就艰苦甲哭出来。因翁去年底对日本回来台湾居家检疫，原本过2天就会使解除居检，想要到12号中昼，有糖尿病的侯先生因为身体无爽快，昏倒伫病所，伊无法度联络到因翁，赶紧通知医疗中心，但对12点38分通报到救护车到位，竟然耽误1点半钟，侯先生已经无喘气啊！为什么救护车就是没办法到现场？妹妹在现场看着哥哥一直到没有呼吸心跳。2点06分，整个救护车确实抵达到现场，总共经历了88分钟。家属伫面台陪同下，19号开记者会，批评通报过程伤过啰嗦。对医疗中心卫生所到李干事，搁倒来到医疗中心，一直到家属1点外赶到现场，发现人昏倒了，才派出救护车，耽误抢救的时间。高雄卫生局解释，发现个案失联，照定书要先找到本人，确认失联的原因，才会使做后续的动作。他们还是得要去着防护衣，全套的一些防护设备。以及车辆的准备等等，会比一般的119去救护我们一般的非这个隔离或者是通报个案的流程
要稍微比较繁琐一点。对卫生、民政到消防局相关局处拢表示有照流程执行。防疫期间有一定的通报过程，不是疏失造成延误，但一条人命就伫等待救护中离开，让家属决定对相关单位提告厘清事实。民代嘛要求各局处加强互相的联络，把通报甲救护的时间都加紧，希望莫有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陈环武民交馆高雄报道。早起，总统府正式宣布讲，副总统赖清德会带团去参加二七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六天五暝行程，会严格来遵守防疫规定哦。赖清德回来到台湾以后，会伫台南的客家来进行14+7的隔离。总统嘛特别交代三个任务。这届的出访哦，赖清德有机会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来讲台。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的新任总统卡斯楚在27要举行就职典礼，总统府宣布说要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来去祝福，这也是赖清德他上任后头一遍来出访。这个祝福团他们的成员包含有总统府的秘书长李俊毅、外交部处长朱代雷、驻美代表萧美琴，拢总有26个人，并且是予这个卫福部立桃园病院副院长来担任随行的医疗防疫工作。总统蔡英文嘛正希望讲赖清德会当含这个特使团来完成三个深化落金的任务。这一次的特使团也是代表台湾走向世界。蔡总统不只期待未来两国在国际上能够继续相互扶持，共同促进发展，也期待我国与洪都拉斯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携手努力，对各项全球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总统府也强调说，特使团会来采取专、泰、格这三个原则，会请严格来落实防疫，全程拢是会坐专机。赖清德伊回来台湾了后，会伫个台南的住所做14天的隔离。这段行程是6天5暝，会伫个二五早起来出发，27到洪都拉斯来参加典礼。30个暗时啊，回来到台湾，在途中是不是要过境美国，这也引起很注意。有关过境的安排，我们在有关的相关的行政跟细节，正在跟过境点的政府在磋商中了。过境的地点，总统府还未证实，不过有传出讲，有可能是美国的洛杉矶。当地侨胞嘛，当在讨论讲，是不是要准备侨宴。原来美国总统拜登嘛，宣布讲是会派副总统贺锦丽来参加韩国的就职典礼。赖清德有望讲会讲含贺锦丽有共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2年商业景气的调查报告，有87%的会员对台湾未来一档的经济表现是真有信心哦。有90%的会员嘛认为讲台湾的政府会偷偷来放任边境的管制。也毋过针对去年5月份2届的大停电，美国商会会员嘛表达出对台湾能源政策的忧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虽然2021年对世界的经济是充满挑战，不过因为全球对台湾出口的产品需求也是真高。台湾美国商会发布上新的商业景气调查报告，内容显示有87%国际企业会员对2022年台湾经济未来发展是真乐观。继续维持公开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的环境，我们的周遭包含美国在内的其他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有更 close 更紧密的商业上的特别是税的跟贸易有关的协议能够做得很妥善的一个解决的话，那再加上更进一步的跟周遭的贸易合作伙伴有更好的贸易上的协定的签订的话，我想对台湾整体的发展已经是非常的正面。虽然台湾美国商会的会员对台湾的经济是真有信心，不过有90%的会员认为讲，国内疫情若有控制掉咧，应该要放任边境的管制措施。不过有80%的会员感觉讲，目前边境的管制对短期的商业旅行，或者是要摕到工作签证等等，拢会造成影响。更加让人烦恼的是，去年5月份2届大停电，加上去年底电力设施火灾等等的消息，也让会员对能源政策真烦恼，尤其是对供电稳定、电力成本、电压稳定性、绿能发电等等的调查项目，拢是呈现二位数的成长。去年有几次跳电的情况，然后像大家都不可否认的，一定会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当然，我们去年的这个 referendum 的公投也是有表达，人民也是有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所以在飞鹅家园的大前提，院的
稳定的提供 energy 的电力的稳定提供，其实也是很多会员比较关心的。那各国面临拍卡经济的问题，习近平认为讲，甲其他各国来比，台湾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形，还佫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不过还是要持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前一周末，顶方核数的公投并无过关。有媒体是指出，讲位伫新北市科学寮的核数会按照计划改做综合电力园区。除了说太阳能光电甲风力等再生能源，卖有一台二十万千瓦小型的天然气机组。也毋过台电是表示哦，这计划拢还未定案，会甲地方沟通了后，才阁对外说明。就是顶方的公投无过关，各界关心接续台电运营的方式。台电按算甲核四转做是综合电力园区，目前的方向除了会设置风力、日头光电再生能源，也会做一个二十万千瓦小型的燃气机组。不过针对这点，台电表示一切拢伫个规划当中，若定案了后，会阁对外来说明。我们还有小型的机组在规划，我们还有储能这一类的，我们也在规划。我相信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会积极来做这些所谓的电力园区能源的转型。台电年尾记者会的时阵，讲会先把资产维护的工课先做好好，因为目前核四并无正式宣布废止的时间表，土地问题嘛需要进一步请内政部来解说。不过配合能源转型，增加些天然气、减少土壤的方向是无改变。针对这点，台湾环保联盟嘛乐观其成。另外，台电预告，为一月底到三月中，供电拢是稳定，嘛，让外界烦恼讲，去年大停电的情形，敢是会阁发生？我们白天的太阳能发电呢，就到晚上就比较难以去利用，那所以呢，到了夜间里面呢，会有一些负载的状况。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其实呢，也尽量来把大修机组的排程，还有我们一些的抽蓄机组的一些抽蓄，配合白天太阳能的使用，好让这样的用电能够更为充裕。针对这点，台电回应讲，今年水库的脱水率是维持在95%以上，尤其是德基水库是以水力发电为主，目前要挖满水位，欠水率若有够额，嘛代表供电无问题，请民众唔免伤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台南市长韦德嘛，洪团讲，伊读大学的时阵，捌做过国民党嘅廖伯啊。王韦德伫面册是好人哦，嘛表示讲，伊会提出告诉。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来到嘉义的萧人文化园区为过年挂灯新立场，但最近阁有周刊报道，黄伟哲因为大学时阵捌是廖伯啊，被促转会请去问过。黄伟哲当是慎重否认，讲过去情报单位资料根本就袂当相信。情治机关里面的资料档案很多都是虚伪不实，甚至造假，也因此造就了很多冤假错案。面对指控，吴伟铁一月十九先伫面册刊文，搁摕家己做例，讲过去参加社会运动了，一日返去厝，就互老爸骂甲臭头，搁讲互人罚跪甲扇嘴皮，就是伊第一届参加社会运动的代价。讲到那是有人对市政有意见，请直接讲明，免乌龙蛇道乱放枪，相信家己也担得起这个考验。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同志的事情，我们没有做过泄密，也这个拒绝配合教官，在未经过清楚的辨识查证之后，就直接拿来作为一个指控或攻击，个人觉得遗憾。针对周刊报道，黄伟铁也强调，有人用假资料来攻击，而且律师来追究责任。另外，去年十一月十六，到网友咧网络顶，暗示伊就是廖伯啊。黄伟铁也已经报警方，目前警方已经查出网址是伫咧菲律宾，也咧追查幕后的刊文者，专案也正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在退烧哦，花莲县政府统计今年春节返乡列车的订票率哦，目前只有50%。另外，代替的东部干线哦，嘛已经有人开始退票了。对花莲县政府春节返乡专案列车的订票系统，会当看到总共有4班来回列车，怎么每一班拢也过300多张票？官府讲，这是开办十几年来人上少的一遍。目前只卖出50%，都还有将近
一半哦，300张左右的余票。你跟去年来比，去年的话，我们春节返乡专车有卖到80%。我们尽量避免啦，就人少的时候带小孩子出来走走，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避免啦。因过代替东部干线春节连线假期的票也是拢已经卖了，怎么也阁无正侪人退票？因过受疫情影响，春节进前的普通时价跌，有正侪人退票，屏东也较无少。退票张数是有增加，但不明显。那在上下车人数来讲，平常日大概在6000人上下，假日维持在到15000-16000。像昨天呢，有公布有染疫的确诊者来到花莲，我们的便当的影响马上就影响到了20%左右。在咧公路部分，交通部春节连线假期会继续实施国道客运票价加转乘的优惠措施，也协调三间客运业者加开3条路线到花莲，鼓励民众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较袂国道5号加苏花改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台灯每年都会办技术的比赛，今年是有上千的员工参加哦，也是10年来上座。台灯这两年有很多人退休，所以去年是有开放760来的课，有20000多人来报名考试哦。今年也有857的课，应该也会很竞争。两个人一组，一个人爱徛起咧观察，抢时间来维修；另外一个人爱看状况，为地面来补装备。台电年度的比赛19号举办，即届参赛台电人有1150位，创下10年来的新高。不过台电即几冬嘛面临着退休潮，新旧年龄的交换嘛出现着19岁甲65岁当场比赛的场面。外面的就是在山上啊，然后爬铁塔都很高，这边的环境反而比较轻松，比赛反而比较轻松，比较不会累。其他同学好像都比现在的我薪资还要高一些，对对，因为我才刚进来不久了。像这位今年21岁的周先生，19岁高中毕业就考到台电，直接来做工课。对伊来讲，即卖收入比其他的同学较低，不过看准着工课稳定，还阁会当调薪，决定要先就业，还阁去读假日的大学。台电表示，这2-3冬拢因为退休潮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年要招766个人，来了23000人，今年都报名到24号为止，预计要招857个人，嘛有可能吸引几万人来报名。你为着要降低维修的风险，台电开3冬的时间，研发出一个机器人，透过伊会当及时来传动的影像，还佮温度的监控。强风豪雨侵袭，把造成我们可能现场的变电所的设备有一些立即性的危险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个被动式的巡检。台电估计未来若大量来产出了，会当放伫各地的变电所定期巡检，会当取代人力，也会当避免伫风雨的时阵人员外出的亏欠。记者王刘婷、陈汉坤各用报道。软体大厂微软哦，要开发游戏产业，今仔宣布讲以887亿美金代票一条9000亿收购电玩大厂动视暴雪，这嘛创下游戏史上上悬的收购价数哦。微软嘛，真正是第一是中国腾讯，第二是日本的索尼，全球第3大游戏公司。18日早起，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透过线顶会议宣布，这项公司史上上大，也是全世界游戏业界上大收购案，将以1.95亿美金的现金收购动视暴雪，价钱比顶礼拜五收盘时阵加差不多45%，交易金额到687亿美金。微软为主，阁成立新的游戏部门，讲这边收购会加速微软游戏业务的成长，包括着手机、桌机、游戏机加串流平台，为进军元宇宙提供基础。同时，暴雪旗下一个《觉醒时刻》《魔兽世界》《暗黑破坏神》《糖果传奇》等热门的游戏，若是摕到伊，会当让微软家己的 Xbox 游戏机实力更加强。消息传出了，同时暴雪估计盘前去37%，收盘去26%，不过是毋是有法度通过监管的审查，和微软成为腾讯、索尼了营收第3大游戏业者，也够变数。I think that from Microsoft's perspective, they're getting a bargain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really vastly expand their library. It's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e regulators will allow Microsoft to exclude PlayStation from the mix.And that's the part that could be an impediment to the deal getting done. 东西波西的最近电力团出纵容性塑料性别歧视的文化，甚至遭受到加州的检察长起诉。微软讲会继续关心东西波西改革。
被点名爱下台执行长柯提克，伫收购了依然保留伊家己的位。That's why we believe it's critical for Activision Blizzard to drive forward on its renewed cultural commitments. We are supportive of the goals and the work Activision Blizzard is doing. 游戏产业伫即几年有真侪合并案，侠盗猎车手的电玩母公司 Take-Two 最近才以$127亿收购社群游戏开发商 Zynga， 这个相关的收购记录一礼拜就和微软发布超过。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这两天美国东部的暴风雪落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积雪有60公分，造成真侪人吊车吊伫半路，袂停袂动。也唔过当地民众早就惯习咯，虽然雪是落到真大，嘛是照常出门去运动，路面结冰咯，囡仔麦当开始拍冰球咯。涂骹规个拢是雪，车链一直空碰，连公车也吊吊的。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和安大略省这两天暴风雪侵袭，多伦多的雪落到差不多60公分高，有一挂车无法度向前，也无法度退后，只好将人来送。真侪人开到一半就爱落来清头前的雪，一个挡风玻璃顶头的冰。路歹驶，所以警方加一挂公路路段封起来，希望民众无必要卖出门。不过，真侪人对这种天气已经真惯习啊，脚踏粗细帮，手举粗细拐啊，照常出门运动。I love winter. I run in the winter, and in fac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run on this path. And today was a perfect time to get out the skis and cross country ski the Beltline.当地因为疫情进行着停课的学校，本来八月要恢复上课，怎么因为暴风雪来乱，搁关起来？也毋过唔免惊，囡仔伫咧厝内无聊，因为因家己会找物件耍。温尼布奇决定囡仔伫咧家己厝内门口拍冰上曲棍球，因为落雪路面结冰，只好另个归去家埕变做球场，互囡仔伫咧遮拍球。Well, the ice is good, like, so far in the year. It's a little bit bumpy. The trees are a little bit annoying sometimes, but yeah. They're a little bit helpful, though, too. When you can bank them off the boards and then skate around the tree. Yeah. We started off with 2 houses. We've expanded to 3 now. We make it a little difficult for the mail carrier, I know that. They got to walk around the rink, but it's well used. 看起来加拿大人对路段雪可能是已经真惯习啊，就算是雪落个这么大，也发到出门运动。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来看印尼国会第18通过的成都法案哦，按算伫2024年之前要甲首都对雅加达呈到婆罗洲的东加里曼丹省哦，新的首都要叫做努山塔拉，伫爪哇语的意思是滚岛哦。印尼国会18通过前首都的法案，新所在经伫咧婆罗洲的东加里曼丹省，总统也核准新首都的名叫做努山塔拉。伫爪哇语内边代表的是滚岛，政府按算要伫咧2024年之前完成迁都。Secara fisik pembangunan ibu kota baru di Kalimantan Timur ini harus dijadikan momentum untuk membangun sebuah kota yang sehat, kota yang efisien, kota yang produktif。首都雅加达人口有1000万，人口真多，路真阔，污染问题严重，长期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层一直下陷。再加上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河东地电力做大水。专家预测，2055年雅加达有1/3的土地会河水淹过去。所以，即马现任总统佐科威在2019年就提出迁都的计划。新首都的所在伫咧印尼领土的中心。四周边有热带雨林包围，较无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对其他所在来讲，交通也较方便。而且政府想要把新的首都建造成这集团中心，发展制药、医疗和科技业。Kita memahami kita sekarang masih dalam situasi pandemi COVID, dan kita juga sedang dalam rangka pemulihan ekonomi. Dua hal ini akan tetap menjadi utama. 政府初步估计，迁都的成本是$325亿。政府就会家己占其中的19%，其他是由民间一个其他的投资。迁都的计划分做5阶段，第一阶段会先起公路一个港口，另外伫婆罗洲岛一个马来西亚加文莱，伫咧印尼迁都了，又固定会带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增建基础建设一个另外的分配。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咯，来关心霞岛开发案。今仔早起伫台北市政府做环评审查，反对开发的民众早起是伫市政府外面也金纸来抗议，支持开发的民众是望讲卖个拖咯。今仔早起会议的结果，一个环评案通过，自救会成员嘛表示，因会阁提出诉愿。反对霞岛开发的居民，因甲穿好势的银纸甲压起伫天顶，因正不满。北市府当日传这个进行霞岛的环保评查，自救会代表咧批评讲，因煞咧要求市府提出替代的方案，煞无受到接受。市府因执意讲要来塞洞、区段清修、甲箭头、甲图像，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他为了配合财团碾压民意，我们认为他已经没有那种民主精神了。他的精神意识，我们就是用民间的传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居民不满的。霞岛，那个蛋，霞岛。市府的另外一边有支持区段霞岛居民，因咧举报条啊，计讲呼吁都要尽快来通过开发案的宽平，并且强调讲有八成真正有涉及，甲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因拢来支持开发。希望这一次就是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宽平，然后呢，赶快把安置的部分送到内政部，让我们这里安心。宽平会伫个早起九点半来举行，不过伫个审查进程，原本有安排20个旁听的发言名额，不过因为想要发言的人伤过多，所以委员会就特别建议，搁再增加14个名额，不过却引起支持开发的民众不满。游戏规则怎么定，我们又怎么走，不可以随意改变，不然对其他想要发言的人。不公平！民会本来就应该是公民参与，尽量开放，所以其实不止34个，如果要再增加，不管正反方，其实都是合宜的。这边的审查，北市府出动真侪警察，对场外抗议记者会，警察包围掉反对的民众，入去市府了后，出入口拢有设关卡，查证件，甚至来进行安检。关规家慰安，所有旁听的民众，伊欢迎到早起11点左右就结束，到早过为止，审查还佫伫个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已经起好16栋，也毋过拢无启用的粪扫焚化炉，因为外县市无要倒三共烧粪扫了，所以县议会就通过讲焚化炉征收了后要重新来启动，按算2月初8过年后就会当来试烧哦。也毋过民众是真烦恼，讲会造成空气污染。县政府嘛宣布回馈金的方案，佮增加附近一寡里的补助金哦，要来安搭民众。住伫台东粪扫焚化厂附近的民众，最近发现暗时啊，焚化炉的烟筒管拢会呛出白色的烟，那就是已经伫个胖。而且粪扫嘛开始载入去焚化厂，不过附近的居民拢无去用通知，是感觉真不满。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这是因为伫个维修的期间，焚化炉伫个胖的时阵温度会呛高，才会产生白色的烟，毋是伫个烧粪扫。因那2月初5会做气烧，4月份会阁做全厂的测试。垃圾进场了，也没告诉我们。我从头到尾绝对反对焚化炉。修缮的过程哦，相当的顺利。那目前的这个进度已经到90%了哈。那预计在农历年后2月8日哈，会开始单炉的测试。环保局评估，烧粪扫的回馈金会发给全市的市民，不过住伫焚化炉附近4里的民众，却是无法度接受。县府10日宣布增加发放附近邻里发展补助金的草案，会议公布预算来编列这条补助金。丰谷、丰里、丰盛、丰源这个4个里哈，都能够来改善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包括绿美化啦、公共设施的新建维护等等。居民认为讲。焚化厂附近唔那是有人住尔，还佫有真侪农作物，便若开始弃烧粪扫，都会有空气污染，即个居民佮农作物拢会受到影响。要求县府都要成立监督委员会，环保局强调讲会严格来管控空气污染的问题。不过监督委员会到目前是还袂设立，呼吁都要赶紧成立来监督焚化厂营运了后各种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婚姻观拿来向一间饲鸡场伫旧年底提出要来扩大营运的申请案，也毋过当地民众是真不满哦。伊是表示讲，附近已经有超过30间的饲鸡场了，对环境的影响是真大，无应该阁继续增加。因为不满这间饲鸡场，旧年底甲拿来乡公所、甲分管户农业处提出饲鸡场扩建的申请。19包括乌头村、中心村甲乌麻村的村民，做伙去甲饲鸡场，有白布条伫前抗议，要求相关单位会当徛伫个民众的立场来考虑，撤销许可证。
扩建的部分，因为农业社会哈，扩那个旧厂都在我们的住所旁边，哦，所以我们24小时要跟这些畜牧业相处，哦，这个我想是哦很多居民非常苦不堪言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希望有关政府、有关单位能把它撤销它的农业许可证。当地村长表示，这口里啊，大大小小跳牧场、甲饲鸡场，拢总超过30间。只要东北季风一日吹来，规个庄头都臭干干。针对这点，分管户农业处表示，这间饲鸡场伫1990年的时阵，摕到跳牧场的登记证，不过依原来新设置跳牧场自治条例，干来当申请扩场一届。那他可以做扩场一次的申请。那于是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由林内公所那转成我们县府来做审核，那我们核准他做扩场的这个申请。农业处表示，在地民众烦恼污染的扩大，还有传染病等等的问题，农业处也请管辖单位加强稽查，还有监控，也持续协助村民甲饲鸡业者好好沟通甲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市敢有法度合并升格？今仔早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在审查地方制度法的修法草案。也毋过，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一早就占领主席台哦。国民党甲民进党团是质疑讲，甲民众党团是质疑讲，修法过程上过赶紧哦，全国拢无共识，行政院嘛无提出修法的版本哦。目前哦，这个会议阁还未开始进行。哪里互相批评对地方制度法的修法无共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透早6点外就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占领主席台，到9点议定开会时间，委员会轮值的主席民进党籍吴基明也是无法度上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离开委员会，不过10点的时阵阁转来，双方继续对架。人民最大，所以不是民进党最大，也不是柯建铭最大，更不是林志坚最大。党团之间的冲突其实早就开始。民众党团的立委伫咧委员会外口接受访问，批评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铭是为着新竹市长林智坚要修地方制度法。这个时阵，郭建铭拄好带民进党的立委准备入场。好，哦，回应吼，好，我们先讲完再回应好了，因为柯总要在这里，好，我想呼吁一下，停看听很重要，停下来好好的检讨，不要急。好，不要急，我们没有要骂柯总召，我们想好好的跟他对话。就是怕林志坚选嘛，啊，林志坚已经拒绝选举了，没有林志坚的地制法，大家应该理性来讨论，这样才是正办嘛。国民党团嘛，质疑这边的修法无行政院的版本，干那修一个字，就是为着让新竹县市合并升做直辖市，无全国性的考虑。那么重大的事情，既然没有行政院的院版。我想，不要为了一人、一党之私破坏国家的制度。我觉得不能完全执政就变成完全独裁。国民党占领主席台是干什么？六点钟来啊，就是不还有党价总预算嘛。国民党团放掉会排班修理的内政委员会主席台，无要让地方制度法在无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全国共识之前，就青崩白崩修正。民进党团嘛回应讲，无行政院的版本其实无影响，各党团拢会当提相关的版本。立法委员有家己的职权，国会自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私立国公上港哦，因为少子化的冲击，伫民国102年停班，嘛是花莲地区头一间退场的私立学校。学校当初有承诺讲哦，要转型成做国公文化基金会，也毋过一拖到10多年，最近向教育部申请通过啊。也毋过有教育团体是认为学校改办基金会门槛上过低了，这类一开哦，未来恐惊会有袂少问题。会面内底，这间学校看到是空空拢无半人。这间是伫民国55年创立的私立国公上港，102学年度开始就已经停办到今。因过捌转型国公文化基金会，毋过无成功。最近向教育部申请变更做文化艺术基金会。以及依据私立学校法第71条的规定，向教育部申请变更为文化艺术基金会。目前教育部受理申请，并且持续进行审查当中。教育部受理学校法人提出变更计划，而且进行审查。长期关心私立学校议题的高教工会表示，这未输是两法规的空棚共款。
按108年1月15日修正发布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甲分校分部设立变更停办办法，法人应该伫咧111年1月16日进前完成恢复办理，新设私立学校，而且甲其他的学校法人合并，或者是以私立学校法完成变更做其他教育、文化或者是社会福利事业的财团法人。国光相关法人若是无伫咧3年来做甲够，都应该要解散清算财产。好像想要抓住法定漏洞哦，在最后3年之前来提出，我觉得政府是没有理由要配合他，因为你只要配合他延后啊，其实学校的教育资产就是在浪费。当然是呼吁政府赶快把他的那个申请案予以驳回哦，赶快来执行解散的动作。针对教育团体烦恼的代志，教育部回应，审查的过程会谨慎来考虑。评估改办事业，敢是会当确保公共性甲公益性，而且符合私立学校法立法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昨起立法院国民党团沟通年度预算哦，也毋过刷传出讲国民党团不满华视总经理曾宏嘉伫沟通过程威胁国会的态度。也毋过曾宏嘉嘛出面驳回，伊讲哦，伊何德何能会当来威胁上大的在野党。也强调讲，伊敢要离开总经理的位置，要由华视董事会来决定。中央党团伫18日来协商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原本气氛是平平啊，不如国民党团因讲含文化部沟通年度的预算，要求讨论华视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停止合作关系的主决议案的时阵，华视总经理曾宏嘉毋茫讲，国民党团会当撤案，若无就要举行记者会。这个事件引起朝野真紧张。曾宏嘉伫19日举行记者会时阵咧讲，批评国民党团影响新闻自由，嘛强调讲家己无遐尼啊在调，会当来威胁上大的在野党。其实我们去年跟事实查核中心合作的这个约就已经终止了，他们还是坚持要去做，就是在立法院把这个预算的协商纳入讨论，所以我会跟国民党党团说，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底线，我们必须要跟社会说明。曾宏嘉强调讲，伊是予董事会遴选出来的，确实讲董事会若是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伊拢会当接受。对这件代志，国民党团再度来批评曾宏嘉的态度，要求讲伊都爱知分寸。如果说各个政党可以接受这个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立法院就把它解散算了，因为立法委员是代表人民监督行政机构。华视总经理的事情，我昨天在朝野协商组直播，请看朝野协商看直播就好了，好不好？那对这个媒体一直在追问，郭建铭无愿意加讲啥，不如个在18这件事件发生了后，郭建铭伊直接讲，曾宏嘉过去是媒体的人，假使讲若有唔捌政治的运作。该爱换就爱换，一直到3个月进前为止，文化部对曾宏嘉的记者会发言的内容，暂时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对13个月大的双生仔，发烧3天后烧袂退，嘴拢烂去，嘴花嘛肿起来，阁出血。结果医师判断讲是病毒感染哦，因为这个囡仔的爸爸伫2礼拜前，伊的嘴嘛被病毒感染着，伊阁去浸囡仔，甲病毒喂给囡仔。口腔内底有空嘴，气花又搁肿又搁出血。台中有一对13个月大的双生仔，顶个月发烧3天无退，家长是惊一个赶紧送病院。医师诊断发现，下骹的嘴唇出现大量的水泡，明显甲肠仔病毒水泡发伫咧口腔入口的所在无同，判定是疱疹性齿龈炎。疱疹性齿龈炎大部分都是发生在5岁以下的小孩，哦，大概就是发生的比例，如果是大概10个有一个会发作这样子，啊，这2个小 baby 同时发作的话是比较特殊一点。医师经过询问才发现，囡仔的爸爸2礼拜前才得到纯疱疹，平常时下班拢会热情来浸双生仔，因此无顺利将病毒传染给囡仔。因为台湾社会进入少子化，囡仔拢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家囡仔之间要如何来亲密接触，每一个家长俩的笑都拢无同。都会耶，起床也会啊，上学也会啊，或者是他做。都会耶，对啊，其实就只有一个小孩，其实会跟他亲亲宝宝。对啊，对啊，飞沫传染，哎，会怕这个。对，其实就是卫生习惯的问题啊。
医师就提醒，无建议家长甲红婴仔过度的亲密接触。若是发现家己着唇疱疹，会记你千万唔通来浸红婴仔，因为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免疫力较低，一旦是去有感染，就容易并发变成疱疹性齿龈炎。后续只要予伊定听解剂的药物，配合补充电解质等等的支持性疗法，就会使家己好起来。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北内湖三总，最近有一个病人，因为破病哦，伊的好血刷好癌，好癌刷位刷到目睭的下面，若是无赶紧治疗，恐惊会看无哦。这个手术要对目眶甲喙齿放出来，有真大的难度。也毋过医疗团队是一一克服，予病人恢复健康。咱来了解这个全世界真罕见的创新手术。23岁柯小姐，顶日了食物件的时阵，感觉喙齿是落落现，去病院予医生看，经过影像的检查了后，发现讲，伊倒边目睭仁下骹竟然发一个喙齿，若是无做治疗，喙齿继续发，若是去拄着目睭仁，恐惊视力会有受损的风险。刚才有随开刀，为伊目睭下骹甲喙齿挽起来，经过手术，总算甲迄个2公分的组成牵起，人工隔起挽起来。除了在外貌上面以外的话，那是像饮食啊、吃东西方面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我的咬合功能。负责治疗的三种医疗团队表示，柯小姐是治疗顶下颌骨纤维性发育不良病变，治疗两边后肢发不出来，所以把正边的角器钻去鼻仔的位，倒边的角器放钻去更加高的所在，也就是目睭仁下骹。手术下科会诊耳鼻喉科、眼科，还有麻醉科等等的专科医师，整合3D 的印，经过4点钟的手术才规个完成。手术相当的精细，也花时间，因为避免眼球的伤害跟鼻窦里面的出血，所以手术光上颚的手术也花了大概3到4个小时。医师表示，这个个案的病情甲因端是真特殊嘛，真复杂。为目睭仁下骹挽喙齿，也佮有顶下颌骨头中间，这是全国的头一个。伫全球的文献内底，这嘛是真罕见。建议民众应该爱定期做喙腔甲喙齿的检查，避免去趁着治疗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昆林大埔大部分的农民拢是种稻啊哦，过去其实嘛种真侪甘蔗在做糖。最近大埔乡的上义川，特地社区做一座古早时的糖铺，咱做伙来看卖。伫甘蔗园遭烧肉，矿古车拖石轮，甲甘蔗客接做糖，是大埔乡侪侪时代伫细汉时啊共同记忆。昆林大埔乡过去捌做糖，不过这段历史渐渐互人放袂记啊。当地上义社区都打造一座汤铺，好时代会当来遮重新体会早时的景象。以前啊，拢伫迄个架顶遐，爱用牛车拖去啊，贴火车，贴火车拖去好卖。较早好火车拖倒去，拢会去偷手甘蔗咧。啊，拢爱来遐打喷吼，等于做德位啊，饲猪安尼，系啊，算德位啊遐吼有滴做事啦。根据文献记载，因为社区外溪边拢是沙坡地，先民来台湾开垦的时阵，只好种一挂较无接水的食物，甘蔗就成做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因为阮的先民为清朝末啊，为大陆来遮的时候，就伫这溪边啊、登陆地啊，开始来做糖啊。啊，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呢，那印证讲我们这边是台湾糖业的故乡，最早发起的地方哦，最大的意义在哪？在这个地方啦。起这座糖铺，除了要加强地方特色，传承珍贵的历史，社区也希望透过打造地方的文化，会当吸引足侪游客来这佚佗，促进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南投玻璃爱兰国小，十当前特别安排学生啊写一张予未来家己的批，甲批带伫学校的树啊卡。今年都好十档哦，一定大学毕业的学生啊，小少倒来到母校，甲批挖出来来看家己十档来的改变，是真趣味，嘛真感动。大汉走入社会，你敢还会记得细汉的时阵的梦想和约束？和我的好朋友同班，不然刚开始。南投玻璃爱兰国小有一群已经毕业10年的学生，照十年前的约束回来学校。我国小6年的时阵，写好代理的涂卡底愿望和期待。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不太记得自己10年前到底写什么，然后有一种生命回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醒自己小时候对自己的期望有哪一些。我写的愿望好像是希望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音乐走那么久，那到现在其实我也在对继续走我这条路。不少人拢表示，早都袂记得当初批内底到底是写啥。
这边回来看这些批，除了感觉真心色，回想起细汉古锥的点点滴滴，麦当检查家己，看敢有照动车时的目标在行。老师也表示，看到家己的学生，大家人都有家己的成就，实在是真欢喜。十年后，大家都很有成就，然后变帅，然后变漂亮，然后每个人都成长茁壮，那我就觉得很欣慰。今天如果没办法回来的话，我们会把他们当初的梦想，用书信的方式，寄给他们，希望爱兰国小的孩子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追寻他的梦想。这边已经有20位学生回来参加活动，把真久无联络的感情总扣扣回来。学校表示，有的学生因为有代志无法度回来参加活动，学校按算把一寡批寄给因。我望鼓励因伫咧大人的世界当中，麦当保持做囡仔的单纯和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英国一项遥控客停车的计划，人可以透过 App 来叫车，客停车唔免人驶哦，是用电脑来控制，空车驶到人客面头前，驶人客地当家己驶哦，驶到位了后，会当阁把车交予电脑去控制。韩德鲁家己说，车辆直接停在你的面前。英国伦敦西北方的米尔顿凯恩斯一项遥控客停车计划正在积极进行。This journey altogether will be as convenient as an Uber, except you have to do the driving. 乘客为手机啊拍开 App 叫车，车队以关端遥控驾驶的方式去到指定地点，甲 Uber 也是客停车无同。乘客上车了后转换身份，加速驾驶，家己开车前往目的地。You become your own Uber driver and save cost on your Uber trip. When you get to your destination, you just pull over on the app, ask for a remote driver to take over control of that vehicle, and off you go to your destination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parking either.远端驾驶员伫控制中心操作系统，系统配有多角度镜头，会当避免远端操控的时阵出现视线死角。车顶也装设紧急停止开关，会当伫网络断线时阵将车安全停落来。Our goal as a company is to make remote driving safer than normal driving, and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we believe that's possible through technolog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software.InfraDrive 有计伫今年推出一项叫做 Fetch 的遥控计程车服务，佮将加入英国政府的 5G 网络试用计划，将 5G 实际应用伫生活中，保证基于 4G 网络连线，远端驾驶只会当开到时速30英里，也袂当开上双向车道或是高速公路。目前这项服务的定价还袂公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1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高24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高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者》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